这个联席会对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习菜会，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的作用。目前看起来，其实民共的这个两边的大门都还没有整个关起来，应该还有许多的这个机会。但最重要就是互信的基础够不够，诚意够不够，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实际的条件成不成熟，